干什么？我们早就和好了。你撒谎！来，你二姐给我休了。走。是我二姐的手艺。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上头今天一个调令，明天一个调令，我就到这儿了。我打仗立了点小功，现在已经是东河折冲府队副了。将官表里头没有你名字，偷跑出来的。 怕我娘把我抓回去，所以我改了姓儿。在军中，我叫姬头。西头。对了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嗯，不就是个金戒指吗？这可是我自己用杀敌挣的赏金买的。等打完这场仗，我就写家书回家。 告诉我娘，桃儿现在已经当官了，从九品，再随信附上这只金戒指，还不美死他？哼！你还没回去过吧？不是行军就是打仗，哪有时间回去？康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 要突破叛军的防线，往东是最好的选择。往东，大军要绕上百里堤，而且容易受到敌人偷袭，不如先攻这里。九柱城，没错，这样西北路就打通了，大军可以长驱直进。可这九柱城城池过于坚固，东进更妥当啊。将军，盛主墨，我父亲是主将，他说东路就是东路。既然这样，何必叫我们来商议？陆琪。 丁原将军是陛下钦点给我的副将，进攻战略，盛将军有权讲话。尤将军，你说说。回将军，如果能打下九柱城，胜算当然大很多，而且能降低士兵的伤亡。只是这九柱城极其难打，该派谁去呢？谁出的主意派谁去。行，我去。好，丁原将军自告奋勇，那这样。 我给你2000人马，明日动身。将军，九柱城地形复杂，城墙又高，攻下它2000兵是不是太少了？难不成20万大军都给你？到处都需要兵力，本将军也要酌情分配呀。这样吧，我再把秦兵营的200人也交给你，2200人，这下总该可以了吧？ 啊！什么？只给2200人？打不下来，军法伺候。他们这是杀人不见血。当初京邑城只给5000人，野莲谷给4000，泰然关给3000。也亏得你每次都能以少胜多，扭转战局。这次最难啃的九柱城，居然只给2200人。他们是看你不死在叛军手里，他们就不甘心。要我盛主墨死。 那么容易。报将军，我们花费了半天功夫，也只凿下了这么一小块。
下去吧。是。这就是在城墙上凿下来的。嚯，可真够沉的。这是夯土，比石墙还难对付。石墙虽硬，但石墙之间用泥浆缝合，接口脆弱。可夯土层层夯实，浑然一体。 尤其这座九柱城，建造是用特殊方法制土，非常坚固，历代攻城的人都拿这座城为耻。我怎么越听你说，我这心越往下沉呢？把你心收回来，这天底下没有攻不破的城墙。怎么攻？哎，将军，越来了。 楚墨，到底该怎么攻城？水攻，妙啊！我们就用水冲垮九柱城。你看这周围，叛军有派兵把守上游吗？没有。水能冲垮这么硬的城墙吗？这边，哦。 九柱河水那点水量，根本不足以对城墙造成威胁。我想城里的叛军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这个圣鼠墓太阴险了，他先引水淹了一半的城墙，等水退之后呢，又暴晒了两天，然后再命人用投石机猛砸城墙的下方。过来。 水炮城墙又经过两天的暴晒，巨石轰打，城墙的夯土松动，再加上上面部分的城墙重量压下来，很快就倒塌了。叛军还以为自己立业不败之地，突然一见这百年未动的城墙倒塌，军心必溃。这个圣储物真是不简单呐！ 攻城！是。九柱城。